国立大学已经算很好的学校这样子。国立大学是很好的学校，这样吗？在台湾来讲，国立大学当然是比较好啊，哦，就是我们台湾最好的学校就是台湾台大嘛，清大、交大、政大这样子，两好，台。所以他们写这样吗？没有，他没有这样写啊，但是说那个暨大的那个已经好像获得世界上重视这样子，哦，像中介这样子吗？对啊，被世界好像看到这样子，我觉得应该不错的学校就对所以了，好我像们台的湾的大大学学，是不错的学校，很不错好的的学学校。校，这样吗？对啊，对啊，他有这种意思，就对了，好像在哦，勉励一下，勉励大缅家地多读下。的书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没有 important 好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没没有什么有 important 啊，对啊，这个跟你怎么作啊业啊，怎么都毕业，这个都没有什么关系呀、啊。都没有什么关系，这样吗？好。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们学什么，他们学很多中文，一个没有他们学，没有学英文，所以我也不懂。对呀，拿去翻，翻的好不好？对，好，谢谢你帮我这个，对，好，我一点点懂。好的，好的，那我们，OK，好的，哈哈哈，我没有讲，我不要讲，好，那谢谢你呢，好，拜拜，再见。